画面就可以看到AT-3高教机喷出蓝白红三色尾烟划过天际，飞越总统府上方，场面相当震撼。双十国庆大典即将登场，为了确保空中操演顺利，6号清晨，空军和陆军特航部特别进行第二次的全兵力预演。一大早就有多架直升机和高教机通过台北天空，巨大声响和华丽视觉效果吸引民众目光。带您来看一段现场画面。 可以看到，不只有 AT-3高教机喷出尾烟通过，现场还出动 CH-4管运输直升机悬挂巨幅国旗，甚至也有永鹰高教机在空中翱翔。而事实上，这次的全兵力预演本来预计在4号登场，只不过碰上小犬台风来袭，延到今天才成功起飞操演。即便一早的天气还是阴阴的，不过还好没有雨势，让整场预演顺利完成。希望能在国庆大典上展现最好表现。